年之一即将迎来17周年，特别为粉丝们举办了17音乐会，选在22日抢先曝光三人的恋团照，并特别在晚上9点11分预告全新单曲17即将上线。该曲可是特别邀请清风为纪念三人的17周年量身创作。听完不仅 Ella 大赞感动，也田汉馥甄都感动落泪， Selina 也热烈盈眶直说太认真会泪崩。录音时还找来合作多年的马玉芬老师，老师更给三人出了功课，要他们回想刚出道的演唱方式，让整首歌更有味道。但 SHE 今年歌曲这么多，也让三位相当苦恼。 Ella 也透露还没彩排前，他们就先为了歌单激战一番，因为有太多歌想唱，还连问导演好几次，希望能早点开唱，争取多一点时间。除此之外，三人的 talk 桥段也让他们超头痛，最后干脆把难题丢给歌迷们，给歌迷们选择到底要少讲话还是少唱歌，让歌迷们也直呼真的太难选啦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